大家好，我是孔锵。卢比老师呢，是我们孔锵乐团的最美丽的萨克斯风手。当然，他有独到的演奏的方式跟技巧。如果各位朋友呢，能够跟卢比老师好好学习这一块东西的话，相信各位朋友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同事哦。相信卢比的教学方法，大家欢迎哦。终究遗憾有机会，谁想轻轻偷走。表演真是太精彩了啊！刚一前奏一下，他一个转身看不到他嘛，哦，觉得好像以为是旁边有人在帮他吹萨克斯风。是啊，他只是在那边搔首弄姿。这种气势起码吹铃有20年了。哇，这一组是乐手最有戏的一组。今天这一组，我觉得在对应上面，不只在音乐性上面，是整个表演的对应性上面，我觉得是最入戏的。好，其实真的，我们的萨克斯风老师很厉害，因为其实吹萨克斯风需要很足的气，但他一边要吹，而且语句这么的长，这么大的段落，他还要一边走，跟你走台步，其实很困难。所以在那个间奏的部分啊，你还跟他那个对戏。他很早要把你甩掉，因为要不然他这样来不及吹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欢迎看过来，让 Ruby 来教你什么是降音调的指法吧。刚刚提到这个乐器，它叫做中音萨克斯风，那它本身的调性是降E调，是降E调。什么叫做降E调呢？